今天买的是鲈鱼圈，还有鲈鱼。不是随便玩玩的那种。跟我联络好吗？曾经有个女孩，她叫做林依依，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很想她。如果有人可以联络得到她，请告诉我，请帮我告诉她，我很想她。我很想她。Thank you。刚买了一些鱿鱼圈、柳叶鱼，辣味鱿鱼圈，就自己来做了深夜食堂的宵夜。柳叶鱼啊，明天把它全部煮熟，吃不完的明天还可以当早餐。这首歌出发一整天的疲倦，多久了我都没变，我太想了。你还解冻那个变成。柳叶鱼超肥的、都是急冻的柳叶鱼，没有
消遣。有一个人能去爱，多珍贵。帮我告诉501好吗？我好想他哦，怎么办？由于等等，哎呀，01啊！哎，听说那个桃园捷运，桃园那个什么，对，机场捷运要通车了。然后我有看到那个捷运有一站是停林口，哎，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去找011了，太棒了！不然的话，我之前都是自己骑车去找他，每次去都要骑个一个半小时。真的，有时候下班都骑车过去，骑好久了。吃泡面不好啦，泡面偶尔吃啊，少吃一点啊。不过我刚才吃了一个鸡排。有没有妹子？有没有可以帮我告诉01，说我很想她，好吗？约吗？01，这火太小，水太多了，会变得很GG。算了，我让你看一下料理过程好了。那就因为火很小嘛。快没瓦斯的火很小，然后这个又冷冻的，所以它现在都还没烧起来。鱿鱼圈加柳叶鱼，辣味。不过这个哈可以哈自己调整一下，因为它这只有咸嘛，我可以加点奶粉，它就会有浓稠度跟甜味。出你妈鱼车！环北站搭到 A80 林口，没有啊，我意思说。环北站，环北是哪里啊？中立吗？反正通车就是超爽了，我就可以直接从中立去找011了，太棒了！这是奶粉辣椒烧，奶粉辣椒烧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鱿鱼圈啊。鱿鱼圈、柳叶鱼、奶粉、辣椒烧，闭嘴！意大利，你没有吃过意大利料理吗？意大利料理都是这样搞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是哦，中立环北，中立环北就在我家那啊，啊不，中立环北就在搜狗那嘛。那我以后就从中立环北，中立环北直接坐车坐到林口去找011。哇靠，这他妈超爽的，可以每天去找他，那就太棒了。因为真的好想他。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联络01呢？跟他说我很想他，好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很想他。如果有人可以联络得到他，请帮我告诉他。好啊，你有没有吃过意大利料理啊？那个奶香有没有？茄汁奶油面什么那种的？现在是辣椒奶油面啊 ，understand？哎呀，这种东西就是算了，他煮久一点。闭嘴。好，我要关音乐。好，太好了，可以继续煮哈。没有，最主要汤汁不是重点，因为等一下东西是夹起来的，夹起来的汤汁是没有要吃的，汤汁只是为了让它入味跟熟，然后就是甜味跟咸味一起进去，再加上那个奶粉会有一点微微的浓稠度。妈的，吃太多了，吃啊！在一起角落，分开了交通，是不是说
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，这是番茄酱。然后这个是小黄瓜酱 ，7-Eleven 的。因为刚我买一条热狗去喂流浪狗，我刚买一条热狗分给两只流浪狗吃，他们吃的好开心哦！哇哦，我真是个好人啊，真太棒了！这是酸黄瓜酱，太好了。然后这个是啤酒，加点啤酒，太好了。Perfect。迷路的后果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？啦啦啦啦，我能承受。的出口，爱过的太多，能不能给我少个时间？哎呀，就帮我那个呗，帮我联络01啦，吼。那故事最后拥抱才说再见。啦啦啦啦，哎，讲到意大利面，我这个可以煮那个鱿鱼圈，鱿鱼圈意大利面，鱿鱼圈鱿鱼圈柳叶鱼意大利面，干，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噔噔噔噔噔，意大利面我有啊，随便抓一把，然后就可以丢，折一半丢下去。哎呀，你的眼睛也这样重。这样就是鱿鱼圈、辣椒、番茄、意大利面加柳叶鱼，太好了，等它煮熟就可以吃了。So easy 啊，你的眼睛也这样重，这就是创意料理的极致，有什么就煮什么啦。在一起交通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？因为没有折一半的话太长啦、啊。哎呀，这汤汁我又不吃。等一下，我要加个蛋。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？看我打蛋，噔，嘿，单手，看哦，看哦，嘿，哇，高招，厉害吧？单手打蛋，不愧是中立小唐家 C 名啊！是不是说折半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折半，这一锅怎么煮啊？柳叶鱼没有哭啊，他头断了，哭不了了。柳叶鱼的头，是不是说没有说完的梦最痛？迷路的后果我能承受，最后的出口爱过了才懂。啊，能不能借我一首歌的时间？静静的把它拥抱变成梦魇。哎呀，你的眼睛业障，你绕个屁晒啊！都煮熟了，怎么会绕晒呢？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。为什么要把热汤捞上来呢？因为这样它才能够均匀的熟，而且又不会太熟，这样就变成一个有点熟又不会太熟的半熟蛋，真是最好吃的时候了，真是太棒了。我能承受。没有做完的梦，这个是阿根廷吧？阿根廷的鱿鱼，我也不知道哎。然后这个是加拿大的柳叶鱼，我喜欢吃那柳叶鱼，它里面有很多蛋的那一种。可是其实你不要看它丑丑的，其实吃起来应该是不错。我能承受。这时候它滚得很凶的时候，就要转小火了。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，迷路的后果我能承受，最后的出口爱过了才懂。能不能借我一首歌的时间，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。你送我的眼泪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创意料理的极致。
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啊？煮咖喱的时候，有些啊，他会加苹果。那煮咖喱的时候加苹果，还有煮咖喱的时候会加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过？会让味道变得很好吃的答案就是香蕉。我们煮咖喱的时候可以加香蕉，那个汤汁会变得很好，很香甜，很好喝。所以你知道现在我要加什么吗？嗯，我要加香蕉。然后这样这个汤头就变得超棒了。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？嗯。那香蕉就是齁，把它搓一搓，搓一搓，搓一搓，切切切切切切切，然后把它搅一搅，搅一搅，然后这香蕉就烂了，然后这个汤头就变得非常好吃。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？迷路的后果我能承受？妈，汤头越来越好吃，越来越漂亮了，真是太神啦！迷路的后果。能承受，爱过了再懂，能不能借我一首歌的时间，静静的把它拥抱变成永远，约吗？约吗？你看我的手，约吗？静静的把它拥抱变成永远，你送我的眼泪。面还没烂啦、啊，这个面意大利应该还没吧？意大利面通常都很难煮，我觉得，尤其这个感觉好硬哦，要多煮一回。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你送我的眼泪，让它留在雨天。好啦好啦，张圈圈，你就帮我联络一下011嘛，你看能不能联络到他。他有在一个社团，什么恋爱战友团、恋爱交配那个社团里面。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你送我的眼泪。这个时候有没有哈，就要可以把它。拿来用闷的，差不多了。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送我的眼。你知道闷的用意在什么吗？闷的用意在于收汤汁，让那个汤汁的汁吸到面里面，这时候可以熄火了。关瓦斯，要不然的话，晚上如果瓦斯漏气的话，西米就挂了。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你知道吗？来来，这里来。当我在煮东西的时候，啊呜！当我在煮东西的时候，旁边就会有一只小贱狗。来啊，嗨！静静的把，我每次在煮东西的时候，它就在旁边等，等我煮好，它就可以吃了。乖狗狗，看看镜头。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你送我的眼泪。哦，啊哦哦，哇哇哇哇哇！你送我的眼泪。好，我要去洗手。哒啦哒啦啦啦啦哒啦啦啦。
Switch。曾经的伴侣永远变成永远。你送我的，因为是意大利面嘛，所以一定要有番茄酱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可果美的美式番茄酱，美式番茄酱，加一点。OK 的，好啦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完成了，这个是鱿鱼，鱿鱼什么啊？狗啊？鱿鱼奶粉，鱿鱼奶粉、柳叶鱼、鸡蛋意大利面，鱿鱼奶粉、柳叶鱼、辣椒，反正就是这些东西。好，太好了。这是完成品，鱿鱼、柳叶鱼、鸡蛋、意大利辣椒面加香蕉，香蕉不知道到哪里了，反正融化了。OK， 太棒了，味道已经很棒。静静的把那永远变成永远。先让我来吃。是一个鱿鱼圈看看好了，沾点番茄酱。静静的把那永远变成永远。哇，这鱿鱼圈好有鱿鱼的味道啊！嗯，妈的好硬哦！嗯，有够硬哎！但我找到香蕉了。香蕉还在这边一块，哦，好烫！哦，这鱿鱼有够硬。意大利面也好硬哦，早知道我就直接去吃那个什么豆浆大王之类的吃宵夜，就不用自己煮了，还比那贵又没有比较好吃，我难过。嗯，不过柳叶鱼好吃，好多蛋蛋哦。它一口咬下去，全部都是蛋蛋，柳叶鱼的蛋蛋。嗯嗯，味道不错哎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错吃。就是面条硬了点，因为油太多了，油一多就是没办法吸水。哈哈，帅！柳叶鱼最喜欢就是吃它的蛋蛋，满满的蛋蛋，哇，好吃。嗯。好干啊！吃宵夜就要来点这个啤酒啊！干，你够爽哎、欸！嗯哦，后面什么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后面不是哈姆太郎吗？
紧紧的把那拥抱。哇，这个鱿鱼，这鱿鱼有够硬哎！太犯规了。太硬了，太硬了，给狗狗吃好了。哦哦哦，好了。那个辣椒的汁喷到眼睛了，哦靠腰，好辣，啊靠腰，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啊你不胖了，不行，你说玩偶的眼睛怎么了？什么？这鱿鱼又没什么。果冻能吃哦，果冻可以吃哦。没有，其实那个它根本就吸不到什么汤汁，这个鱿鱼根本就不会吸到什么汤汁，所以其实不是很辣。对嘛，我把它吸干了，可以喂狗了，太好了。嗯，你看它要吃了，多好啊！啊，おいしい。哦，おいしい、おいしい、おいしいです。嗯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柳叶鱼最好吃，超喜欢吃的柳叶鱼，满满的淡淡，啊，超好吃哎！啊，おいしい，嗯，うまい，哇，哇，哇塞，这个淡淡真的狂哎！超多蛋蛋，我超喜欢吃柳叶鱼的蛋蛋。哇靠，满满的蛋蛋啊，真的太棒了！什么玩偶吊饰？嗯，这个吗？没有。啊，不行，我吃饱了，煮太多了，吃不完。不行，我明天还要，我明天早上七点还要去那个健身，然后还有8点要上班，然后等一下早点睡，吃完就要睡了，不能吃太多。那我刚去网咖的时候，还搭上一个坐我前面的女生。因为他在打LOL，我就跟他聊了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要加他，加他LOL的 ID， 好爽了、哦。
但是鱿鱼也太硬了吧？不是鱿鱼干，维持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能再吃了，要睡觉了。唉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好，感谢收看，今天的就到此结束喽。今天的。